多重障碍生毕业，扛教谢母恩。高雄中山工商的毕业生李汉文，因早产会有先天弱势和语言、肢体等多重障碍，就学过程都依赖妈妈陪读。李妈妈从他国小起就全天候陪他到校，协助抄笔记。高职三年来只请过一次病假。昨天他和妈妈一起参加毕业挑战赛，由妈妈帮他走向争独步天下的独木桥，他则奋力完成匍匐前进，并和同学合力扛起妈妈的轿子。一二三，等一下，我站在天上。慢一点，再一点。哎，这个也，你有没有骨气气？我爱你，你辛苦了，我爱你。对啊。妈妈很辛苦。想继续升学的汉文，打动原本已经疲累、想休息的母亲，同意和他一起继续升学。因为你要把他带出来，他才有机会去学习。他一年级的时候刚好发烧，所以没办法来，所以只有请过这一次。因为他很喜欢到学校过这个团体的生活。我有这个哥哥，他现在又考上学校。有哥哥，哥哥你愿意？汉文的同学也很不舍这对母子档。而且妈妈上课超认真，比同学还要认真。真的。妈妈做笔记借同学抄。看我妈妈都不顾一切，还是都每天陪汉文来上课，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母爱。那你很感动是不是？对。董新闻，李妈妈你好棒，报道。